来，今天来教大家怎么用美图秀秀来做那种会动的可爱小贴图。那要怎么样开始呢？首先安装美图秀秀，开启之后呢，你说第一步是什么？视频短片打开来，然后这里有一个素材库，纯色要做一个绿底嘛哈，然后要按金针，对，哎，好，然后开始编辑，啊，贴纸来干，它这个要解锁哎。不是，刚刚我是用了那个红红，不小心用到。好，然后点照片。嗯，他的智力很厉害。他已经选好了嘛？对。相当卓越，然后打勾就可以了哈。嗯，但是你要看看你鼻头什么地方不行吗？都好啊，都我要的啊。那他帮我去的非常完美。嗯。那怎么会有这个？因为刚刚那个是 VIP 的，把它删掉。删掉。对。好，然后呢？打勾嘛。打勾。然后再来呢，这个要同轨嘛、哦、对对对，要长按，好吧，喜欢这样子，好，同轨动画，点这个嘛，动画，点动画，然后它这边就有很多可以选，太可爱了，还有这个膨胀勃起的，然后还有这个弹出的旋转的，这可以增加你的影片的综艺性哦，综艺效果。然后打勾，好，我们就做那个转转转那个好了，还是这个？好，我们就用这个好了。好，打勾，然后储存嘛。嗯。好了。然后看一个广告。没有这个广告不看它也会储存的。好，然后关掉。影片这里它会存到，看一下。这里。就可以看到了，好，那你就可以回到 iMovie 里面去做小动画，就是这么简单了。